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情人节就快到了，不知道大家准备好送什么给你的男女朋友未呢？今天就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面焗甜品——豆腐芝士蛋糕，即刻看看什么材料啦。想蛋糕更加香滑的话，就可以将溶液过筛，这样雪出来就更加漂亮了。哇，看下去好像很吃引感，不知道吃落又是怎样的呢？蛋糕的豆腐味很浓郁，而且又不会太甜，相信男仔和女仔都一样咁中意食，大家都快啲试下啦！Yoo-hoo！